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方程式。我同列项给它合并，哦，这个哈，减这个，0.02 了啊，减0.12，那这个二得四，哦，一个来变正的，加上0.4 x 等于多少呢？这乘进去是0.1。0.1 加0.3 0.4 好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的话就是这是负0.1啊，哦，0.02啊，0.02和负0.1，这加起来刚好是0.3，所以0.3 x 等于0.4，所以这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/4，所以答案是1/4。